瓶是 C300， 尾段排气管现在要来做变更。好，现在这个后面的饰板，我们已经有来卸下。原厂这个双出饰板以及装饰尾管。待会要换上这个烤梦样式的后饰板，并且来安装四出的尾饰管。待会要先来将这个末端口来做切割。改装上这个双边的四出椭圆样式的尾管。